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微电影世界。电影最能够将心底的感觉呈现出来，所以复杂的爱情故事往往就是主题之一。就算微电影的长度是比较短，但要将当中的感觉表现出来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今天介绍的微电影女主角容祖儿，我不知道她是否希望将她这一刻心里面的感觉分享给乐迷，所以就构思了以微电影的方式展现。不如我们一起看她的《雾里看花》。我们应该计划个旅行，出国走走，好不好？有时间吗？你工作这么忙，我随时要加班。有啊，我可以把案子的时间排在一起，然后空一段时间出来吗？再说吧。不过今次的演出呢，可能呢他刚刚跟现实的甜蜜是相反的。容祖儿特别前往到台湾取景，邀请到好朋友黑人陈建州担任男主角。我们一生之中呢总会遇到不同的人，但会不会就是这个人呢？你明知道他不爱你，但总是离不开的。你愿意娶我吗？不要这样了。剧中的容祖儿呢爱上了花心的黑人，更加主动向黑人求婚三次，但是呢就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容祖儿的演出真切地演绎了这份对爱情的执着。快点，快点，烟火快开始了，不急啦，快点，快点。麻了 ，Josh， 你愿意娶我吗？娶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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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娶她。来吧。烦不烦呐？你在干嘛？Josh， 我很认真的问你一次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不要。我希望有一天是我向你求婚。想欣赏这套凄美的微电影，请上 Facebook 微电影世界，有足本播放。有人笑我一定是瞎了眼，但爱不爱你是。听日我哋继续留喺台湾，睇睇那些年嘅柯震东嘅粤语演出啦。